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晨。外表跟工作态度吗？都没变吗？因为我叫依晨呢，一成不变。但运动习惯的维持也很重要啦，做瑜伽啦，非常多的水上运动我也很喜欢，天生丽质。只要好好了解肌肤的状态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变漂亮。对我来说，就是用对精华液吧。我自己很喜欢用的是35 DA 弹力精华，它的植物萃取的成分非常的高，一抹上去就是深深的感受到。更重要的是会有那种自然拉提的感觉，肌肤变得很紧致，好像时光倒流了几年。